诗篇133篇第一至第二节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。好了，为什么神要让有他的看法的人去摆在领袖的位置呢？其实个理由是很简单，因为原来当拥有神的看法的人，他能够看到事实的真相，而事实上这个事实的真相很多事是被人遗漏的。而当他们遗漏的时候，他们又不知道来自神的公义就一定要审判的了。我说就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，我自己有时看的异象，我自己走的方向，有时我身边的人都未必接受得到，虽然他们不是逼迫我，但是真的要同心的话，各尽其职的话，真的不易。当然现在这个时候就不同了，我说的是近这十年，就算连我身边人才叫真正开始了解呢神给我们的方向，那种的惊人吻合时代历史。但是我说的二十几年前，始终我籍籍无闻开始的时候呢，你能够想象我每一次教会七个人讲给他听的方向的时候呢，能够遇到的阻力是会几大。但是感谢主，经过一年接一年，神又再使我成熟啦。我即刻将我自己嘅睇见异象按时分量去讲出嚟啦。有阵时我早过佢哋十年见到，但系我起码要用一年嘅时间去讲出嚟，然后跟住一两年之后，我哋先至开始去做得呢个所谓十年嘅计划。有阵时我要系用一个咁样嘅时间，就好似譬如好似唔系篇篇信息，好似2012咁，我可以预先讲啊。我哋要预备嘅嘢嘅，好多时候我系要讲咗一年至两年之后先讲啊。而家咧讲完啦，其实我哋有一样嘢要做嘅，就系呢样嘢啦。咁样嘅，而2012就可以话我都同当中嘅全职讲，系对于我哋教会当中系个信有一啲嘅挑战嚟嘅。因为事实上过咗去一啲新人系会有一个挑战，旧人嚟讲冇问题啦，系咪？如果旧人咁都唔信嗰啲，你会睇到嗰个人根本信仰有问题啦。咁多年见到神咁多嘅神迹。同埋神嘅恩膏喺我哋个当中，但对于新人嘅信仰嚟讲系个挑战，又要储粮啊，又要预备主可能被提啊，点解突然间好似转咗方向咁样？我就系讲紧呢一类嘅问题啦。原来除咗教会方向之外，其实咧喺人与人之间当中咧，你要揾出神嘅准绳咧，呢个我发觉唔系一般人咧想象得到嘅直情。譬如好似我提过其中一个理由。点解当我处理教会嘅时候咧，唔系一般人会服嘅，因为咧佢哋根本系唔会服神所俾嗰个方向，而事实上神俾亲嘅方向咧，有多时好可怜，有啲人要听翻长篇大论佢先至肯明，佢唔会自己接受嘅，就算你俾咗啱嘅方向，佢唔会接受。因为点解咧？因为原来我举个实际嘅例子，这个系喺咁多年当中其中一个我处理嘅时候咧，会出现一啲嘅人事嘅问题。就是咩咧？譬如举个例，两个人不和，一个人对领袖觉得系唔信任咁样，觉得佢有问题，有失见证咁样。咁但系问题，当呢两个人嚟到嘅时候，我发现，咦，唔系呢个投诉者，佢直成对比呢个领袖啊，这个犯嘅罪仲大。点摆咧？因为唔系个领袖冇失见证咩？唔系个领袖冇做呢啲冇做嗰啲咩？其实最主要就系咁嘅，原因就系神系睇一个相对嘅。其实在信咗主当中咧，有啲人啊，系比别人努力十倍甚至100倍，但系你唔会喺佢嘅才能、技能同埋佢带领嘅榜样当中见得到嘅。点解呢？因为你系后期先见佢，你睇唔到佢早期当中呢个人嘅出身，可能小学都未毕业，而投诉佢嗰个人咧系大学毕业咗嘅。咁你能够想象啦，系咪？大学毕业咗嘅人，可能喺神嘅面前咧都冇为神肯改10%，但系咧。被投诉嗰个啊，做得唔好嘅人啊，其实喺神面前改咗10次啦，成个100%唔系改100%，系10次嘅100%。换句话讲，其实被投诉人系比人更加努力，甚至比投诉者努力多好多添。喺咁嘅情况底下，神一定系向啊呢个更努力嘅人施恩，虽然佢蠢啦，技术才能不及人啦，喺人眼中系小家啦，唔能够喺世界嘅标准达标啦。但我哋系咪真系下下要用世界嘅标准去搞教会先得？牧师系咪一定要照住世界嘅标准去作定论，咁你先至服呢？如果系咁嘅话，你会睇到你唔能够期待你翻一间有神嘅教会噶啦，你只能够选择
有神定冇神，上天堂定落地狱，呢、这个就系我哋每一个认识神嘅人所走嘅方向。但系如我所讲嘅，原来当处理人事嘅时候咧，人嘅主观啊、世界观啊、才能嘅指标啊，哇，一大串嘅嘢咧，啲人咧系带住呢个成见嚟咧见领袖嘅。你唔能够喺呢啲嘢全部达到咧，佢觉得你身为领袖咧，好似有啲唔掂咁样。但系佢唔知道有阵时个领袖俾佢谂嘅嘢多一百倍噶啦，已经。但系只不过就系佢期待就系你好似主日咁咯，解到我明咯，解到我通咯，吓你唔解到我明，解到唔通，我就撇俾你睇咯，吓我消极反抗咯，有啲人积极反抗咯。但我想你知道呢啲人咧，好明显就系嗰啲如果唔翻石安咧，一定落地狱嘅人。但唔系意味着佢翻咗石安都唔会落地狱，因为佢哋正系走去呢条落地狱嘅道路，佢哋系后退进入沉沦。而事实上，如我所讲就好多人去。在受高者的身边，但他是黑眼，他看不到受高者作决定的心态，少少不明白他直接是将责任推了给人，而不会去自己去分析谅解体谅，因为他觉得体谅都是领袖所做的工作。但我心里知道，如果是这样，你一生所受的恩膏都是被动的恩膏，而不是主动可以得恩膏。里面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被动而得恩膏的人好多时系冇自知之明，并且行到年纪大嘅时候，通常呢啲人会一个一个嘅失去。我意思失去佢信仰，因为我哋唔可以净系靠好彩，翻咗一间好教会，俾一个好领袖对，咁我哋就乜嘢责任都唔使负，行完呢一生嘅信仰，其实系唔得嘅。神一定会俾一个机会我哋每一个，就系话为我哋所信嘅去撒种。为我们自己有机会回到神受高者的家，而付出我们自己那一份努力的，使弟兄和睦。诗篇133篇第一至第二节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只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阿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每天光景盼将心奉献，立定我的心志，及最终不转变。心愿被你差遣，再没存怀疑，全心共献，日夜被你恩手引牵，常存着壮志，全程让你添过光景，常存着壮志，常持守信念而自敬，常陈说福音，传扬你天国，行传你真理话语，无畏情奉我心，期待持续永久不变。